两只小猴子被解救的时候，他们是装在编织袋里面的，看着十分可怜，并且也很害怕人。我们把它解救回来后，每天带他们出来晒晒太阳，给他们买玩具，然后逗他们开心，喂他们吃水果，然后还给他们给小的那只小猴宝泡上冲上奶粉。然后现在时间长了，他们慢慢的就与我们亲近了。